大家好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AIP 提供另一个免费套件，它叫 Image Center L1， 它可以让你将原来的备份抛到多个异地端去，使用它所支援的通信协定。首先，先进行安装，选择下一步，接受，下一步，下一步。完成，那到应用程式里去找到 Image Center L1。语言支援德英日简中繁中。找到你要备份的印象档。对它选取之后，创建复制任务。选择下一步。它可以选择复制最后一次生成的，或者是只复制增量的文件。那它支援通信协定，包含说本地端网络共享 SFTP、FTP、WebDAV、Amazon S3。那今天要展示的是复制到本机的另一个地方，增建一个副本。选择下一步，那它可以依照排程复制，可以立刻，或者是当它有两个增量文件之后进行动作，或者是设定时间来进行，选择立刻，下一步到完成，右上角状态列就会进行复制的动作。那我们可以来低潮来看它是不是有进行复制原先副本的作业，有，我们有看到的。这个功能可以让你免费抛到它支援的通信协定，看你想要备份多个地点都是 OK 的，而且它是 free 的。以上。